大家好，我是 Louis， 我是 Melody， 今天我们要开箱酸辣粉。那 Among 这样多个牌子里面呢，我们只选择了四款酸辣粉来试吃，那分别是嗨食家、始祖人、良品铺子，还有麻辣多拿。那为什么我们只选择了这四个牌子呢？是因为小红书超级无敌多人推荐这四个牌子的。可是你要想真正红到来马来西亚的啦，就只有这两款。So 既然它的 review 这样好，我们就从这两款开始试吃。啦，我们现在开始煮。所以现在我们已经泡了这两杯，所以我们要等一个五分钟。在这个时候呢，我其实要跟你们讲，这个嗨食家的哦，它其实有很多款，可是正宗的嗨食家它是有这一个八两金做代言的。因为可能嗨食家哦，他们很多很多人冒充他们的名字，然后就出了很多款冒牌的嗨食家。然后冒牌的嗨食家哦，它这边是有一个牛的，所以你们要认清这个 logo 哦。好了，现在我们就来开始我们的试吃。我们先来吃嗨食家的。 OK， 现在五分钟了，它应该泡到够了瓜。来开始试一下。 哇它的那个味道很香耶，都是醋味耶。 Maddy 不喜欢吃醋了，不喜欢吃醋。来我们试试看一口。哇，我第一口我是把所有的那个粉丝给吃进去里面，它的粉丝就吸了那种淡淡的一点麻辣味，我觉得很香哎。可是我这样子吃起来的时候啊，好像没有很感觉到很麻辣哎。不过那个麻辣会不会是越吃越麻？它的确是有麻的感觉啦。说辣，我是很爱吃辣啦，我觉得是不辣啦。那个粉丝还不错，觉得有点 QQ 弹弹的，其实那个味道是蛮入味的。来试试看一下它的配料，它的配料整个这样子配下来真的很香。然后看到吗，它的粉丝其实还蛮多，然后它的配料也蛮足，它整体的香味其实还蛮香。可是就吃着你会觉得有点麻的味道，可是你讲辣的话就真的不是很辣，是不是？不辣。你有吃过酸辣粉吗？讲真的，这次还是我第一次吃哎。我也是第一次哎，所以我真的是没有那个概念 for 那个酸辣粉应该要有的味道。其实它里面哦还有这些小小的豆皮耶，这种豆皮好吃吗？它豆皮不错，我觉得它的酸味跟它的辣味做的真的是很平衡哎，它没有讲很刺激那种酸，所以它整体的它的汤底跟它的酸味真的很温和，就是你吃它的粉丝，你没有喝汤，你都会 feel 到那个粉丝它其实有细咬一点点那个辣油的味道，所以你一单单吃粉丝的时候哦，真的是很有味道，真的好吃，超级的好吃。我们的顺序是不是试错哎？因为很多人讲哦，嗨食家的好吃，然后我们就把它排在第一位，如果它 set 到那一个 standard 这样高了过后，这样我们吃下一个不是不好吃啊？两个字，好假。这样我们就来试吃这一个始祖人的酸辣粉。来，我觉得这个吃起来没有这样浓。我觉得这个始祖人的汤底啊，是没有那个嗨食家的酱浓。我觉得它的那个麻跟辣 ，right？ 它的辣是麻是这里的。可是这个我还没有 feel 到它的麻哎，可能我还没有吃到几口、啊。你喝多几口汤？是啊。如果你不喜欢太重口，如果不是。还没有很 feel 到，如果你比较喜欢淡点的汤底的话，这个会是好的选择。如果你比较喜欢浓的汤底，我觉得嗨食家会更加好吃。我就有跟你相反呢。你比较喜欢这个啊？没有，我觉得这个的味道比较浓，那个辣味真的是蛮辣的。有吗？有吃到吗？还是只是我而已？这样吃之下，我觉得那一个麻味开始出来哦，它的麻味是后劲才出来的，就不是你第一口吃下去就会麻。它应该是大概我吃到四五口的时候它才跑出来吧。然后这个牌子我觉得它有一点点辣哎，
你有没有觉得它比上一个辣？我觉得它比上一个辣，是我很爱吃辣的人，这有那种。这黑芝麻的味道是比较温和，就讲它的酸跟它的辣是刚刚好一起出来，然后它的那一个麻的感觉也是很平衡。所以我觉得黑芝麻在这三个方面做到很好。这一个的话就是酸很够力，辣也很够力出来，可是麻就差不多在那边。所以这个始祖人的豆皮呢，它是单单做了一个新的版，所以你倒下去的时候，那个豆皮整了很多。可是那个黑芝麻的呢，它的豆皮是跟它的蔬菜包一起搅在一起，所以这个它的豆皮整了很多，真的是很辣，真夸张。你是不是吃了很多，所以你觉得很辣？我还可以顶哎，你去吃啊，真的是几口以后，就那种麻麻的感觉，它一直在你的舌头那边。真的要用一些时间去消掉它。我看等下我要喝一杯很大杯的水。来了，继续。我们刚才又泡了两个，一个是良品铺子的，然后另外一个是麻辣多拿的。来，我们先开一下。哦，记得，还是一样的味道，一样的味道。可是这次我觉得我嗅到那个酸味，味道如何？哇，这个很鬼酸啊！是比之前刚才那两个酸哦。我觉得这个呢，它的 level 就是辣，可能这样麻，可能这样酸，就是其他的都很 OK， 可是它的酸味真的是太粗鲁了，它的酸味。它的那种酸哦，又不像那种东洋的那种酸，真的是那一种粗倒了很多的那一种酸味。哇，这个绝对不会是我的 favorite。那它除了酸之外，它的麻跟它那个辣其实是还有的，可是就是因为它的那个酸太酸了，所以破坏了它整个辣跟那个麻的味道，所以我觉得有一点不是很好吃。它的那一个麻的味道开始出完来哦。哎，我也是哎，这个我不要再吃多一口。你一吃完了，那个酸就一直保留在你的舌头上面，很刺激。哇，稍等。这个时候真的是要喝水啊！说这一个，我们先盖住，放一边，放一边吃。等下你给我吃掉哈，最多给我慢慢。去 try。坏了哦！哎，你懂哦？是在我的嘴唇上面啊，我感觉到它是在抖着的嘞。抖？对，可以尝试一下嘴巴讲抖吗？不是，是来有一种感觉啊，就是那个酸在。抖着我的嘴唇，就是我可以感觉到我嘴唇是在，叽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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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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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们最后一个了，麻辣多拿，麻辣多拿呢？刚才我在下那个酱料的时候啊，哇，那个酱料真的是超多的。来，拿另外一包，再给你们看一下它第二包的那个酱料。它的酱料哦，其实还有很多个 level 的。它建议就是不能吃辣的就放四分之一 ，and then 大概。平凡人能吃辣的就放一半 ，and then 过后就是很爱辣的那种就放四分之三 ，and then 它的更好笑就是辣你是大佬，就是叫你放完全。所以这里我们要体验真的是原汁原味，真的是没有任何少一点的东西的口味，所以我们就选择 all in。然后这个、哦、它其实它只有三包酱料罢了，就是它的粉条、它的花生跟它的萝卜干。来看一下它的粉条。它的粉条就是比较粗一点点的，比那个粉丝粗一点。它这一包它的酱料呢是非常的多花生，而且它这一个哦，它的那一个辣椒油的油真的很多。我们一开那个盖子的时候，哇，上面真的是满满的一层油。怎样？我觉得它的那一个粉条很好吃哎，因为我们前几个我们是吃那个。粉丝吗？这个粉条哦，
就算你蒸久了一点点哦，它也不会熟，所以熟到这样够力，而且它很有嚼劲，就是忍不住想吃两口哎。它这一个真的是没有什么料，但是它的那个粉条真的是可以 carry 完整一杯面哦。不过等那时候我们开箱的时候哦，这个 overall 的那个重量是最重啊。对对哦，因为粉条比较重，我觉得那个粉条真的是它的主角，不是它的汤，不是它的辣椒，不是它的酸。而且哦，我不，你试了它的那个花生没有？它的花生有点烂哎，就它的花生好像完全不脆耶。因为我觉得它真的是过力的软了。是哎，可是就算其他的那一个啊，就算蒸凉过后，它也不会软白白的。可是这个的花生真的是不是很好，可是它的那个粉条真的是很好吃。如果你做出它的面多过一切味道的话，那我觉得这个还是可以推荐给你们的。对。嗯OK， 所以我们试吃了四个牌子的酸辣粉，是时候做总结了。那嗨吃家呢，我觉得它每一样东西都做到非常的平均，它的辣味、它的酸味跟它的那个麻味就全部都很 align， 所以我觉得它 average 做得很好。那十足人的呢，我是觉得它是 overall 里面全部最辣最辣的，然后它的麻跟它的那个酸呢是还好，就是它的那个辣味冲到很直接。So， 这个是粗鲁的十足人，两个字，很辣。哦，就这样啊！原来你对他的印象中真的是酱狗脸。他真的是很辣哦，让我来爱吃辣的人哦都觉得哦。然后第三瓶呢，两瓶不止的呢，它的味道就整体起来超级无敌的酸，然后那个辣味跟那个麻味就还好，可是它的那个酸味就真的是。不是我的 preference 啦，因为它真的是太吃自己了，那个酸。对你说了，真的还是两个字，很酸。可是哦，我觉得啦，如果你是喜欢吃酸的话，我觉得这个真的很适合你。对，那最后一罐呢，就是这个麻辣多拿的。这个麻辣多拿呢，我本身就觉得它整体上还蛮 OK 的，可是它的 at point 是在于它的粉条，它的粉条就跟这三个不一样，因为这三个是粉丝嘛，然后这个是粉条，而且它的粉条非常的有嚼劲。至于它的辣跟它的麻呢，这个麻味是后面才进来的，辣味就觉得还好。对，我觉得它的麻哦是最够力的，就是你可以感觉到整个嘴巴在颤抖。我吃这些那些麻可能就是在舌头上面吃，反正这个哦真的是它就是在后面的时候哦麻味就直接出来了。So 这四个评论都已经讲完了吗？是不是？来，我们就开始 read 自己心中的第一个。哎呀，来，哎，一二三。海吃家，对，真的是海吃家，真的是很好吃。来，现在我们选出第二名，一、二、三，麻辣多拿，麻辣多拿的口味口一样的。我选择第三名的是 one two three 始祖人 ，OK， 很明显的。哎呦，我们真的是没有被干了，我们真的是没有被干了。这真的是讲真的，良品铺子是我的最后一名，我真的是很不能接受它的味道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。那其实我买的这一批酸辣粉呢，都是在淘宝买的。可是淘宝的食物的话，记得它是敏感货物，所以如果你是选择空运的话，它会比较贵。可是这一批货呢，因为我买了很多嘛，然后我就选择海运，然后海运的价钱其实还蛮便宜的，所以我觉得这些。比较干粮零食类的，我是觉得海运是没有问题，还可以顶，因为至少它拱到它不会坏掉。至于更多的详情呢，我会在我的 Instagram Lumina Says 写上更多的详情，所以如果你们有兴趣买的话，你们可以去查看。所以我们这期的酸辣粉试吃到此结束。喜欢我们的影片啊，记得按 like， 跟 subscribe 我们的 channel。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，拜拜。